那是不是也请这个静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担任海伦森公司的这个全新代言人的感觉，跟他们的合作是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经验呢？这次很荣幸很开心，因为说实话海伦森公司是一个大家很熟知的老品牌，是，然后在家里面呢，我想每个人家里一定都有这一片让大家都很放心很安心的产品，所以这次可以代言自己觉得很开心。是，而且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上可以看到哦，真的是演技大爆发，尤其第一刻的时候给我点空间我要呼吸，是最近的心情压力因为太久没有演戏了，是，所以跟导演商量，导演就说他很久没有看到我演戏，所以就希望能够在广告里面带一点戏剧的东西。那我也很开心，很谢谢导演，因为这段时间忙着顾小孩，所以让我重温演戏的感觉。对，因为忙着顾小孩是训练小孩的演技啊，那一秒生气，妈妈哼耶耶，好，你学得好笑，我学得好笑。是吗？那我也返老还童了哦。所以在这个广告当中可以看到静文在这个演技上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回味一下这你的精湛的演技。